科技部次长徐有静日前率团访印度，实地考察由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当地开发的科学创新国际园区。来印度最主要是进行两项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就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科学园区方面的研究。那我们台湾科学园区很成功的就是透过这个园区管理局一个单一的窗口，不管是在申请公司啊，在政府所有法规上面，都透过这个园区管理局可以协助。徐有静表示，在台印科技合作联合会议上，双方延续过去十年的联合科研项目与研讨会，共创研究人员交流的平台，推动人工智慧、大数据、物联网等十项科技合作计划。另外，科技部也与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期望强化两国人文社会合作的交流与合作。徐有庆强调，借由维系台印的科学合作，以有计划的方式协助台湾产业布局印度。